来。我出生在贵阳市一个叫西峰的小县城，从小吃我姑父跟姑妈的城市烧饼长大。城市烧饼有50多年的历史，是我的姑父10多岁跟抗日时期躲避战乱南迁的江苏人学的手艺，一直从我还没出生开到现在，依旧生意红火。每天早上排队买烧饼的人流不断，是西峰人每天必须买早餐的必经之地，绝对的老字号。以前在水井巷开了10几年的老店，时过境迁，搬到了东风路71号，西峰中医院对面。烧饼的种类有3种口味：肉烧饼、糖烧饼、盐烧饼。
一般肉烧饼更受大众欢迎，如果是吃了几十年的老顾客，会加一块钱升级为加肉加酥的，吃起来酥脆又满嘴。要是在店里吃烧饼，然后再配上一杯茉莉花茶，更深入美味的精髓。我姑父和姑妈的城市烧饼，外面焦脆，里头软绵，价格几十年了一直没涨过。肉烧饼一直是5元，沿线的仅1元，糖的2元。在西丰老百姓的生活中，城市烧饼一直拥有神的地位。